接下来我就站在这个气囊上，看看这个气囊到底能不能把我给崩飞啊！咱们数三个数开始引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想必你们应该都知道安全气囊爆炸的威力吧？我这人本来好奇心就强，我怎么就不信这个东西爆炸能把我崩飞呢？开箱啊！快看啊，这是一个五菱神车的安全气囊。今天咱们看一看，当这个气囊弹开的一瞬间，能不能把我直接崩飞？如果真能把我崩飞，我就吃翔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气囊的线呢，我已经连接好了。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。接下来我就站在这个气囊上，看看这个气囊到底能不能把我给崩飞啊！咱们数三个数开始引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我操你妈，太吓人了！这我要上去不得直接给我炸飞了，这太吓人了，我确实是不敢啊。这样吧，我把这一个50斤的大米给它放在这个气囊上面，咱们看看模拟一下能不能把小朋友给直接崩飞啊。接下来大家千万不要眨眼啊，咱们开始引爆啊。三二一。我操。我的天，这玩意儿劲这么大啊。50斤大米刚才大概崩起来得有1米56的高度啊。我去，太狠了，这要是一个成年人我估计很轻松直接崩飞啊。我操，兄弟们，那看来这个气囊把一个成年人给崩飞确实不是假的呀，这个劲真的特别大呀。这要是刚才我站在气囊上，估计现在我已经进水里了。